主料：肥牛一盒，银芽若干。辅料：麻辣烫底料一块。先烧开一小锅水，将底料煮化，然后放置一会儿，使里面的材料稍微沉淀，慢慢的把汤滴到碗里，把锅底剩下的调料渣倒掉。这样做的目的是为免吃银芽的时候一口吃到好多料渣哈，当然也不必把汤弄得很干净，稍微滤一下就行了。热锅放油炒银芽，炒至软身的时候，把刚才滤出的麻辣汤倒入，煮滚后再加入肥牛，再一滚就可以了。不要煮得太老，基本上料包的味道已经很足，不用再怎么调味了。烹饪技巧：非常简单的麻辣银芽烫肥牛，照此类推。你也可以烫肥羊了、鸡肉了、猪肉了，哇，太过瘾了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订阅本频道。